我是 Terra 土然巧克力专门店的创办人 Danny， 我很希望巧克力能够有一天走入人们的日常，或许大家可以能够理解到巧克力原来不只是苦味甜味的零食，而是能够进一步的理解到说，今天我们可以有秘鲁、有哥伦比亚、有台湾各个不同的产区巧克力，它们各自都带有独特的风味。那我也期待未来 Terra 能够在冰土霸这一条路上呢，持续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体验。